980，所以呢，也请了现场的朋友在商品部千万不要错过哈、不用这么妩媚啊，纯粹展示就好了。首先呢，先请呢我们小雨，我们展示了之前大家都有买的小行李箱，还没有买的赶快把握时间，注意哦。10的副总陈婉若在旁边看哦，或许未来你们也可以成为10 model 的一员哦。接下来欢迎口水。